哈利路亚！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阿公阿嬷、安哥安弟，你人大家好，欢迎你人这摆参加咱福建线上聚会。那是你平时有人，你该笑笑，该笑笑讲什么？看到你真好，感谢主。对啦，看到你真的是真好。今日是一个美好的拜六，咱系做阵主就伫线上来敬拜主，来祈祷，来听神的话语，这是真正大嘅福气。今日若是你是头一摆参加咱嘅即线上福建聚会，你是咱嘅嘉宾，我爱代表咱嘅主任牧师邝宝亮，甲咱嘅副主任牧师邓妍妍，欢迎你参加咱即聚会，嘛希望你每一个拜六，皆使做阵甲咱来参加即聚会。感谢主，即阵咱注定爱来敬拜主、阿罗主，对啦，这是真正欢喜的时刻。不管咱有啥物忧虑、放下，对不对？是问题放下，因为咱知影咱上帝，咱爱敬拜这上帝大过咱问题，大过咱忧虑。咱即阵来注定来做一祈祷，来准备咱心来敬拜咱伟大的主，特别上帝，咱感谢你，咱感谢你，安尼款的祝福咱，安尼款的带领咱，耶稣，感谢你的爱。圣灵感谢你的充满，你的灵力，今日咱爱最顶的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配得咱一切的敬拜，一切的阿罗。主啊，咱爱大大声来唱歌，咱爱大大声来阿罗。因为主，你真的是伟大主，听咱的主，感谢你，把咱这个真正欢喜的心来阿罗你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按款的祈祷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，阿门。弟兄姊妹，若是你准备好了，咱三声哈利路亚，对不对？来准备咱心来敬拜主，来一、二、三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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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主，来，比利牧师来带领咱。哈利路亚，好不好？隆重站起来，我们来做阵来对这个歌来摇来唱来阿罗，我来上帝。我的情绪里，我的阴影弯弯。
永永远远俄罗斯名字。是啊，我人爱来继续来俄罗斯，因为伊是配着咱俄罗斯，愈俄罗斯愈有力，愈俄罗斯咧有尊心，对无？爱做的，因为咧，你安尼听咱，你安尼照顾咱，我能真会感谢你。我能达至，不管什么款的情形，什么款的思想，我能拢达至爱来俄罗感谢这位天爱上帝。努力也好花，咱咱的天。
谢你，我求主只能的耶稣，感谢你是命，我知影是安尼款的安全，安尼款的平静，因为你来安慰咱，你来照顾咱，你来教咱同在，予咱平安，感谢你。我是无你的关系，我就
地，你袂放杀人，你袂放弃人，你会安尼款来爱人来疼人，爱人到底，疼人到底。弟兄姊妹，咱爱回应上帝爱，爱回应耶稣爱，咱爱回应圣灵爱，咱爱受伤你款的来军队的人。咱每一日来亲近的人，不是听人的主，咱嘛爱成为听人上帝、听耶稣、听圣灵的门徒，咱一生一世跟随，咱甲伊相连，永远做阵无离开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主啊，我感谢你的爱。啊，祈祷主，咱嘛是会安尼款来爱你。主，你无条件的人爱咱。我们要无条件你看来爱你，主啊帮忙人，成为一个你忠心的门徒，对你有信心，行你爱人行的道路。主啊，你来教咱，来引导咱，感谢我努力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阿门，感谢主感谢主，是嘞，咱真正欢喜的，像你看来敬拜主，这短短的这敬拜，不过我相信伫厝内那种，但是你不管你是多一所在，我相信上帝爱。耶稣的爱，圣灵的爱，会藏在你的心内，藏在你的心肝内面。感谢我们的主，咱的上帝是真的真爱咱，所以咱一听咱的祈祷，所以咱达力安尼款的亲近祈祷的时阵，主公所求的哦，伊的成就，咱找一个找到伊，卡门伊个为咱开门。所以伊底下一个，咱爱继续的，逐摆来祈祷，尤其是咱这个疫情，即阵咱知影了，吼，这礼拜过一个新的这感染的。群体开始了，或者感染群，这感染群就是指咱的老公的宿舍，诶，所以宿舍内面有这个感染发生了，所以即阵啊，达力差不多百外人啊有着这感染啦，所以咱搁较侪爱来祈祷，以及中道的时间，达力利用一分钟祈祷，安尼侪人做哩祈祷，真正一分钟啊，上帝听祈祷，会用祈祷。所以即阵，咱爱来继续来祈祷，不甲骨力来祈祷，因为咱知影，即疫情特着爱来祈祷的，才会受到控制。咱爱搁较侪来为着新加坡，为着外国来祈祷，祈祷搁希望，真个上帝出手，咱会知影疫情隆重会好起来，好无？开声来用方言，来用话语来祈祷，咱真重要就是用信心来献给主，咱会祈祷。来即阵，不管咱大家，咱为着即疫情来祈祷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特别上帝主耶稣主圣灵，咱知影主，咱祈祷的对象不是人，主你人有这个能力来成就咱祈祷，因为咱是用信心的祈祷。主啊，即阵今天咱知影新加坡这个新的感染群，不是这个老公的宿舍内面有真多人得这感染，咱社区嘛是继续有真多人感染。主啊，咱祈祷你来特别的出手，主来阻止一切的。就可能每一个人会使安全，主啊，你用你保护来遮盖人，来保护来保护看顾人，可能会使无着个这个病毒，主啊，咱有信心，咱知影伫你内面咱是安全的，所以主啊，继续祈祷，让做个感染的人，这病人拢从紧紧好起来，主啊，可以人真正紧会使好起来，来出面，尤其是去加护病房内面的这个病人，主啊，你不敢接来医治。让宣告是耶和华拉法，你是医治神的来医治，来快让隆重紧紧出院，等到出来个出来了组织，做完那么是继续保护隆重的老公、隆重的女士、正衰的隆重的人，快让安全，有咧保护加强，做完让祈祷继续大量来进步，可能更加多诶措施会使来社会控制这疫情，就让就么是为着外国更加多。国家伊已经是更加惨，主啊，咱即阵嘛是祈祷，咱宣告，主你给咱同在，主你能咱赐予伊人，好，一到隆重疫情，隆重一切病病痛的人隆重紧紧好起来，主啊，你嘛可以咱受着，这已经受着控制，主咱知影，你得着会使你成就来祈祷的，咱用信心祈祷，每一项物件，主你一定会听，一定会应允的，这主就来特别来成就，主啊，咱特别来信心，咱祈祷主你来成就。我们看到这已经紧紧回去，那每一个人，不管是新加坡，还是外国的人，那每一个人都会使安尼款安全，会来过来生活，就感谢你，你是不是？
听祈祷的神，是应祈祷的神，让奉耶稣不平名祈祷。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感谢阿罗主。我真个希望咱大家是忠心的门徒，大力忠道，来祈祷，来祈祷，搁做人祈祷，搁较有力量。阿门，阿门，感谢主。好，即阵咱爱做阵开开心心的，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敬拜来主了。即阵咱爱做阵准备，要准备咱奉献啦。咱知影奉献的时阵，烧香的伫咧荧幕即阵咧看到这个网站 fcbc.org.sg/offering 啊，这是可能去到网站会使做这个奉献。假使你嘛是咧看到两个价，吼，红色的价是十个奉献，蓝色的价是选加信心的人献。你咪通过这两个格来用你手机来扫描，不过会记用你银行的应用程序来扫描。你使趁任何的时刻哦开始，会使无管是多一点声去个这网站，还是这扫描，你特别会使做这奉献。好，咱即阵来欢喜做这祈祷来奉献个主。哈利路亚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可能这机会会使奉献。主啊，真的是一切是对你来的。咱这阵使奉献，是你可能大大的福气，因为咱施比受受更加有福气。所以主就来，你还是咱的这个奉献来扩大主的国度，来帮助真正多有需要的人。可主的福音会使传到每一个人耳朵里面，可以咱来敬拜你，来接受你作为咱个人的救主。咱感谢你，可能一个开心奉献的心情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的名祈祷。阿们阿们，会记忆最正一个最少哦，咱爱甘心乐意奉献是上帝真正真的欢喜的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好，我即阵今日有两个报告来甲大家分享。一记头一个报告是咱下一个拜六礼拜，就是9月4号、5号，咱是守圣餐的礼拜啦哈。所以记，那是你是参加像咱福建线上聚会的哈，你会记得。即参加之前准备咧圣餐的材料，那是你出来甲咱做定来收这圣餐，你本课大人准备好了这材料，安尼看来做定伫敬拜时阵咧来做定来收这圣餐。不过那是你参加咱的华文甲福建这华语啊，甲是这英文的实体聚会咧，你会使来到咱的实体聚会，直到大堂的时阵，你嘛就这圣餐合理，好，所以感谢主。这个是我这种爱做的第二个报告，就是什么实体聚会啦。以及咱下一个拜六礼拜嘛是继续这实体聚会，这实体聚会呢是安排给英文加华语的这聚会啦。所以咱记这九月份的这个安排，即阵你看咧荧幕都看到了吼，无相的团队伫英文的聚会、华文的聚会。主会隆重安排好好了，大礼拜你看哈，所以你注意啊，到时你团队牧师会将这个密码，叫你订票这个密码会给你人，你人会记得拜三，每时9点后，会使去去这个订票的网站，用这个密码来订票了啦。会记这下礼拜哈，嘛是让这个求助。甲咱个智障人士个实体聚会爱开始了，所以甲真个真正开心，更加侪实体聚会会使开始。若是来更加侪关于即实体聚会个资料，去去来网站 fcbc.org.sg/service-resumption 哦，即安款你会使更加侪了解即情形。感谢主，今日两个报告完了，所以即阵啥物时阵了？即阵是。听上帝话语的时阵了，欢喜无？也着欢喜了咯。所以好无？我安看真正尽心尽力来讲，你来好好的来听。好，感谢主。教会唔知你知影无？上个礼拜吼，顶一礼拜是咱教会35周年的纪念咧。唔知你哪会知影无？唔知唔知？我正跟你讲，这是顶礼拜35年了。咱教会虽然咱无办法组织。规个教会的人隆重一个真正大个庆祝个活动，不过咱个人呢，大人个使向上帝感恩呐。咱感谢什么？感谢上帝伫这35年内面，你看咧保守甲看顾，祝福一间教会嘛，使用一间教会成为新加坡个祝福，嘛成为万国个祝福。这个周年嘛是代表我咱教会一个全新个开始。
上帝要更加大的使用，让 FCBC 来成就伊美好的旨意。三十五岁虽然不是讲真正少年，不过嘛无算老，对不对？咱知影，虽然我来教会无亲像别人有五十年的历史，甲是一百年的历史。三十五年虽然无安尼款长，不过嘛就嘛有伊一段的历史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就三十五年的历史了？你想看麦？当个人到差不多二十出岁时阵，咱二十出岁时阵，咱做甚物？咱独独是一个大人，因为二十几岁是大人，咱知影伫新加坡啊，咱有诶是咱继续诶读册读大学，有诶是毕业了，安尼个去找工开始赚钱，有诶人嘛是找查甫朋友、查某朋友拍拖了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慢慢慢慢到个三十出岁咧，咱真侪人结婚。哦，咱怎做爸爸做妈妈是囝了，对不对？咱嘛是伫这内事业嘛是有更加多的成就了，更加稳当了。你是三十外岁了，啊，你看咱慢慢的成长。咱感谢主，伫咱这教会有真遮侪人是甲这个教会，伫这三十五年内面，甲教会最顶的来长大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是我和你讲，我甲拍摄牧师嘛是伫这个教会慢慢的长大的。我开始参加这个教会的时阵是三十三年前，伫1988年我参加这间教会，那教会是1986年开始的。我1988年甲佩斯牧师佮参加这个教会，当时我读好做完我的兵啊，哈，你知影服兵役做完了，我爱入去大学的时阵，我佮开始参加这间教会。感谢主，我伫这间教会陪伴我，安尼看大学会使我。啊，结果咧，那么是开始了，我开始做工，我毕业了开始做工，这教会陪伴我做工，然后甲佩斯牧师结婚，啊，这教会嘛陪伴咱，那么是教堂一道啊来主持咱的婚礼，那么是结果先祝福咱三个囝子，这教会陪伴我，啊，那么是会使买我家己的厝，买一顶车，安尼款的生活。感謝主，主在十年前呼召我成為這個牧師，來到這個教會來服侍。這是這間教會，你看陪伴我甲佩斯牧師的生命，我真的真的感恩有這間教會你看的引帶，咱到當今咱的我甲佩斯牧師。所以這是上帝給我們真的大的祝福。所以我相信真的多人也是甲这教会三十五年，你看呢，最顶的来成长，真是来长大啊！咱看，咱的主任牧师，伊实实在在是伫这间教会长大的嘞。你看这相真趣味，对，顶摆细细汉吼，你看偌可爱，咱的主任牧师吼，伊是1987年，就是咱教会1986年开始，一年后伊就出世了。啊！伊是靠咱这教会，这教会啊，上帝靠咱的控保啊，控建雄牧师，甲你那牧师会真正好的一个礼物哦。这囝生出来1987年，你看伊个慢慢长大，你看你看这个上伊做教吼，伊阵真正少年的时阵，结果先可以看认捌到演员牧师，伊人拍拖，伊人结婚，哎，即阵咧30多年以后咧，你看这真正可爱这。阿伯囝啊，即阵成为咱的主任牧师了，所以你看，咱的主任牧师嘛是安尼看，伊甲这教会最顶来安尼看的成长的。顶摆真可爱，咱知影顶摆那是咱控啊建雄牧师在讲道的时阵，咱的主任牧师一阵哦，咱保亮牧师伊个一摆提到神爷玛莎，你看一转眼。伊个是即阵咱主任牧师，咱感谢主，咱俄罗斯好无？咱拍拍个主，感谢伊个带领，感谢伊安尼款个引带咱个教会，个引带咱教会所有人，包括咱个主任牧师。底下即辈，伫即35年内面，一个人慢慢会长大。所以 FCBC 即间教会资源嘛是慢慢长大了。FCBC 现在是新个一代，我咱达到过真侪人，就亲像我安尼款，甲。教会最顶的成长的，有可能你即阵是一个教会的小组的组长，佮是一个聚集的领袖，佮是你是教会同工，佮是你教会的牧师了，吼，感谢主。不过嘛是真侪人是最近佮参加咱的教会的哦，啊，你人佮唔捌亲自的体验到 FCBC 过去的日子，就是讲教会中佮真侪人唔知影有人 FCBC 的历史。人是对倒落来的，人的信念是甚物？人的心意是甚物？所以伫刷落来几个礼拜吼，人主任牧师
伊爱伫咱英文甲华文的聚会，向路人分享真正侪有关咱 FCBC 的信息，比如咱 FC 是啥物，咱相信啥物，咱的存在有啥物意义，咱为主做啥物，这个是咱最无少一说落来几个礼拜爱讲的信息。所以咱福建聚会嘛是有福音，因为咱通过无相关的、无相的土诶公馆啊、牧师，嘛是将这信息啊、这主任牧师的信息，嘛是伫福建聚会来分享啊。所以这主任牧师那是一礼拜有讲这信息，让刷落来这礼拜咱福建聚会，达人计是听到烧香的信息，不过是拜牧师来讲的分享的，所以咱爱更加多来好好的听，你才知影咱 FCBC 的历史。好，真正重要。所以这个讲道系列咧，主任牧师是叫做一个坚信的群体。哈，这系列是叫做一个坚信的群体。现在我们来看咱 FCBC 咱教会的中文的名，咱叫什么？那是叫坚信浸信教会，对不对？不过这个名跟咱英文的 Faith Community Baptist Church。你看有淡薄无相，多了无相。你看咧，因为就因为咧阿摩加一个字叫 community， 佫是一个群体，让当然无。但是说你加入去咧，还是你加入去，咱真正是叫做坚信群体浸信教会。哈利路亚哦！来，我解释这个名，对不对？咱对教会开始哦，对下对啊，你看开始讲教会，什么是教会？就是你教我咯。咱耶稣基督的门徒哦。主持最顶来敬拜主，来听主的话，个祈祷的时阵，这个是一个群体，这个是咱的教会哦。感谢主，什么是浸信呢？啊，浸信呢，我爱个人各位个了人来分享。咱虽然咱教会是独立的教会，那是独立教会，不过咱唔是这浸信教会的会员哦。不过按照咱有讲这浸信呢，因为有咱教会创办的牧师，就是邝建雄师徒。伊是对浸信会 Grace Baptist Church 一道出来，所以咱爱知影，这是咱教会的根，咱既然咱的根，好，咱就对到了开始的，咱饮水思源嘛，真正重要，对不对？哈，这个是浸信的意思。啊，你看是不是群体呢？群体就是你教我知影，这福这基督徒内面袂使。哎，看各个多端一个人诶，咱爱伫一个群体内面彼此诶来相爱，彼此来扶持，彼此来鼓励，伫一个群体内面才会使成长嘛。所以，大家有这群体坚信咧，坚信各个面讲了，坚信呢就是坚定诶信心。对什么咧？对咱诶主有坚定诶信心，那是一个坚信诶教会。这对主是有坚定诶信心，是不会摇动诶，让。知影主伊喜悦咧，就是一个有对有信心的教会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坚信、浸信教会，就是安款的一个教会。所以有可能问家己，咱的教会这坚信、这群体浸信教会咧，你问讲，咱这坚信的群体为着是甚么款的咧？这坚信的群体是甚么款的咧？这坚信的群体的信念是甚么咧？伊信念是甚么？这群体也做啥物咧？因为主做啥物咧？啊，咱有真正侪物件爱知呀，真正侪物件咱都爱清楚、爱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刷落来第八六，哦，咱特着爱专心的听这系列，可能更加侪会使了解关于咱教会的真正侪物件。所以今日头一件事，咱爱最定会知呀，就是一个坚信的群体需要有啥物有烧香的意象啦。哦，这特着这头一个，咱的这群体特着爱有一个烧香的意象。所以今日我要分享的这个真正重要的题目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坚信的群体，有人的意象，有人的意象。这个坚信的群体特着有一个烧香的意象。好不好？咱即阵来祈祷，将这信息交伫主的手中。特别上帝真个感恩，咱的。教会35岁了，感谢主，你35年内面的保守甲看顾，感谢你安尼款的来赐恩典、赐恩惠，可能教会，感谢主，教会有真正侪弟兄姊妹嘛是甲教会做定安尼款的成长，感谢你赐予咱真正好的一个主任牧师，主啊，你来
引出人来锻炼人，今日人爱开始讲的，就是主人的意象。这意象是利好物人的，所以主可能会使拍开咱耳呀，拍开咱心，听咱明白，嘛是会使藏在咱心内，嘛是会使用咱脚行出来。所以主咱最顶爱来完成你的，可能教会这个意象。所以主你来问国外吹，我要讲了真简单、真清楚，大家拢做个明白这个意象。主啊，将这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奉耶稣宝贵的名祈祷。阿们阿们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咱知影教会，无论任何一个公司，或是一个集团，或是一个群体，拥有意象是真正真正重要的。唔是任何嘅意象咧，那是一个达人嘅知影肖像嘅意象。意思就是讲，规个群体内面拥有一个意象，有人家己当然有家己。不过那是让这种行为在群体里面的一份子，让他就这责任爱来最顶的完成这个肖像的意象，来做出贡献。所以教会更加重要，让需要一个整个教会底下级别拢总结一下拥有的意象。这意象不是包括是教会给咱的意象，也是咱个人爱去成就的意象。箴言廿九章十八节，你看跟咱讲，那是无意象免就放肆，什么是放肆？放肆的意思就是讲乱乱来，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无政府，这叫放肆。你既然是无意向，就是这人就是按你看的，凊彩做，凊彩来，乱乱来，这是真正无好的生命。咱圣经有讲了讲意向，其实甲启示，好，这两个字有真肖像的含义，真正肖像的意思的。意思就讲什么呢？那是上帝无可能这意象，就是讲伊无启示人，启示人看什么，启示人去做什么，启示人去成就什么的时阵，那是无上帝启示引带，安尼看让人民拢在灭亡，因为那是无这意象，无神的启示，人会失去生命的意义，人会失去生命的盼望，人会绝望，人会灭亡，所以。上帝给讲，让大家人计爱有意象，教会爱有一个肖像的意象。所以重要就是任何的群体，尤其是教会，特别要拥有一个达人计会使明白、相信、成就肖像的意象，团结起来，最终来达成这个意象。感谢主。所以什么是意象呢？那是讲意象真贵，意象就是相信上帝要因为我人存在来看见的事。好，意思就是讲，因为我人会存在，咱相信上帝要让我人看见将来会发生的代志。这个是意象，上帝看到这意象，虽然个未发生，不过咱看到将来发生的代志，这个是意象，咱最顶去达成的，最顶去做的，这个是真正。重要，让教会的意象。老实讲，咱主任牧师一发现，咱这个教会已经真正侪人啦，失去了我们的意象。不是讲咱无一个意象，是讲咱问题是咱真侪人未记了咱的意象。咱未记，假使咱有可能咱会记，不过咱未明白、未清楚到底咱会使做什么、还贡献什么。直到今年啊，这主任牧师。伊听到神可以一个感动，上帝赐予咱主任牧师这年头的时阵一个感动。当咱主任牧师看宝亮牧师，伊在读一篇有关于这创业的报告，创业吼的报告。伊看到伊讲什么？这报告讲这创业者、创业者，伊人有真一个真正重要的代志，伊人都爱做。那是爱创业。有一个最一个真重要的代志爱做，就是什么？你看，就是讲爱创造国未存在的现实。一个创业者就要去创造国未存在的现实。一个创业者伊会使去创造国未发生的代志，伊会使该创造出来可以发生。国未创造出来物件，国唔捌看过物件，创业者会使创造出来，可能有新的物件，新的进行。这个是一个创业者有的精神，伊人会使创出国未存在的现实。我考虑一个比如，咱大家知影啦，咱知影美国的苹果牌的这个公司 Steve Jobs， 咱知影哈，伊差不多十年前已经离开咱了哈。咱
啊，初步唔是十年前，五年前啊，五年前已经离开了哈，已离开了。伊什么？伊锻炼这个苹果公司，伊伫2007年1月9号，伊推出了什么？这个可全世界拢做了真正很红的什么？iPhone 这智能的手机。哇！伊个什么？因为这手机是特别的，从来唔捌玩的款的这手机，伊创造了这个特别的智能手机。唔只係識個朋友講話哦，佢係識用嚟翕相，講嚟聽音樂，佢嚟用嚟看電影，亦識嚟玩省遊戲，佢識起個網站，佢識寫 email， 佢識睇 email， 佢識 WhatsApp、SMS， 兩種嘅事識。我這個手機，你是咪嘅冇？是咪嘅識做了？你知影意思？所以這個是真有一代創業者，亦識創造個未存在嘅現實，個未有嘅這個。这智能手机，这个 Steve Jobs 啊，一个创造出来了。你看，2007年，这种14年了哦，14年，这种全世界真正最人叫这个智能手机。不过，大家唔是讲到种 iPhone， 不过有别行的 Samsung 啊，该别行的。不过，咱拢总去用到这 smartphone 的智能手机。所以，你看，这个是让孔牧师讲，哎，那是让教会哦，会领袖。但是我們每一個領袖都有一個創業者的這個精神，可以創出個未存在的現實，我們是真的真的好，對不對？所以他跟他的太太演員牧師說，你看討論是因為我們真的大的感動，他說對，我們的領袖應該要有這個信心，可以成為像創業者，你看可以創造出個未存在的現實的人，他慢慢慢慢的祈禱，先可以更加感動，他說欸，這樣不是沒有我們的領袖嗎？教会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左丢左管，拢总皆要有这个创业者的精神，拢总皆会使愿意来创造个未存在的现实。啊，你唔是真正好啊，真正好。所以咧，是个感动的人，咱教会弟兄姊妹来知影。所以今日我甲你讲，咱教会对这2021年开始，咱的意向就是包括教会字哦，咱看好啊，创造个未。存在的现实，好，来，这九个字记在心内，真正可以记哈。创造个未存在的现实，会记无？记一摆，创造个未存在的现实，哈，让大人个爱有拥有这个意向，这个意向唔是是看保量保书的，唔是保量教会，是让每一个人爱有这创业者的这精神，会使创造个未存在物件，让它创造出来，可以成为一个现实。哦，咱看，咱自控自由呢，之前咱的教会意向是甚物？有可能你袂记啊？哦，咱来看啊，业绩是较侪啦。不过咱看啊，这是讲到伫新加坡甲亚洲的重点的城市。透过有效的社群转化来服侍万国，哇！你看，这是较侪字啦，我无去算几个字，所以这有可能你会觉得较袂安尼过明白，较无安尼清楚，对不对？不过即阵呢，你就帮该帮助定吼，你可能看吼，咱看这两个新的甲旧的这个意象，咱帮助定咱看，你就看即阵咱新的2021年的这意象是更加过会明白。更加多、更加多的清楚，也更加多的表达，可能会使伫头前的道路，会使做定来创造个未存在的现实。这我相信是咱每一个人计会使做的，每一个人计会使有贡献的。因为你即阵更加会了解，若是你个未清楚，不要紧，我会继续甲你讲，你个会明白到底这日常咱会使安怎会使为主来贡献呢？感谢主，我真个我希望呢，让。从今日开始，这九个字会藏在咱心内，咱记掉，咱明白，咱安怎会使，安怎会使最定会行出来？你知影，这是有意向了。不过，若是有意向，你无看袂到，无清楚，无去做，安尼不如无意向愈更好。因为有这个海伦·凯勒安尼款讲，伊讲什么？伊讲唯一比失眠搁较惨的代志，就是虽然看到了，却无意向，所以你看，这是虽然看到了，却无意向。所以底下这边这个新的意向，好了，你看到了，你爱拥有，藏在你心内，你有安尼款，你就是一个光明的人，一个失眠的人了。哦，所以咱即阵来看真主要的经文，就是伫希伯来书11章1-12节，我读给大家听，因为需要这个经文，甲咱讲。
爱讲着信心，因为这信心是对咱这个新的意象是真正重要的。像你看讲，伊讲信心是盼望的事有把握，信心是对盼望的事有把握，对国未看见的事真正确定。古人呢，因有这款的信心来得到了赞叹，这个是真正重要。希伯来书第一十一章第一到第二节，就对咱这异象真重要，因为咱这异象佫需要信心来达成。底下这边，咱来看，咱最近去看这个根本个一摆，创造国未存在现实需要的，佫是信心。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你看佮咱讲，伊讲虽然代志佫未发生，啊，总来知影，伊讲是盼望的书，盼望的书就是讲代志佫未发生。伊讲国未甚物，伊讲现实。个未存在，啊，再来知影现实个未存在，因为讲古，因个未看见的事，个未看见的事，佮讲现实咧个未存在。不过咧，虽然这是盼望的事，虽然是看未见的事，不过稍讲甚物，伊讲咱有把握，咱有真正大的这确定，这个代志会发生。所以这个是信心，这个是咱爱学到的信心。伊讲古人，特别讲这古早的人，伊拉嘛是这款的信心，然后得到赞叹，然后得到欢乐，得到主的肯定，真正重要。所以咱嘛就安尼款，虽然看未到的现实，个别看未到的，咱知影，咱有把握，咱会确定讲主伊达到会可能成就。这个是真正重要的根本，可能会知影，让每一个人皆使创造国未存在的现实，让大人皆使做定来做的。所以我听到这个看牧师跟咱讲的这新的意象，我觉得真正好，因为伊是甲旧的意象真正相像，真正近。不过咱会使更加做过明白，高的字更加过会使记掉，会使贡献行出来。哦，这个代表让这新的让坚信的团体爱做定去做的。你让来看，那是如果人面对任何的问题，让爱有信心讲这个问题，定着让会胜过的。哦，那有胜过的。那是咱面对着病痛，咱嘛要有相信讲会有得到医治的可能，更是上减主的可能稳定力量，会使可能度过这个病痛。那么相信讲，那是那面对真正做无可能的情况，那么相信上帝会帮助咱，以无可能的代志，嘛会变成可能，对无变成有，这个是一个上帝爱咱个教会抓掉的意向，爱有信心有把握，爱确定讲主抓到的可能。创造一个国未存在的现实，即阵国无看到主，特别可能看到做出来，所以咱教会每一个人计说，安尼看，亲像一个创业者，安尼的精神。那是咱发现讲，咱的公司有真正无好的文化，无好的环境，安尼看，咱成为即建成教会群体的一份子，咱该讲，我爱来改变，即阵看未到的环境，我爱改变到看会到。爱创作出来，这个是这个意思。那是你读册学生，你伫咧学堂看，我做位学堂无一个祈祷点哦，祷告点啊，我爱来开始一个祈祷点。这个是我爱创作出来，这种无我爱看见有啊有把握，我会使来参加有贡献，会使创作国未存在的现实。所以让大人计使做出，大人计使国未发生的代志，国未看到物件，让我信心讲主啊，通过我来创作出来。所以这个是真正重要的精神，我希望你就抓到这个真正重要的这个意象。好，会记哈？好，这阵我来继续解释。安尼为什么呢？创造国未存在的现实，对我人安尼看重要。你有可能问牧师，到底这个新的意象啊，怎对咱有重要呗？有两点，爱知影，安怎对咱安尼重要？头一点就是伊来展示出新的真实。就是讲，若是咱创造国未存在的现实，咱会使展示出神的真实。不过，咱需要明白个是，神无需要有人证明伊的真实。神是真实，就是真实。不过咧，真侪时阵，伊选择爱通过某人的生命来展示出伊的真实。就讲，咱为伊做见证，通过咱会使展示出神的
真是哎，那是让会使创造各位存在现实的人呢，让会使展示出上帝的真实，把咱看到，把咱知影，你上帝是真的。啊，咱看希伯来书最近去看第十一章第二节，他先讲，果然因有异人这款的信心来得到了赞叹。另外一个翻译是讲什么？咱看另外翻译讲，果然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，甲是见证。佮是讲，所讲到有信心的古代人，包括咱即阵那有那肖像啊，甲古代人肖像，咱爱有一款肖像的信心。这信心做甚物呢？要活出对神有信心，做神爱咱做的物件，会使为主做见证，会使展示出神的真实。那是你读完这个希伯来书吼，你继续看落去。其他的部分，你发现也一记载到真正真正最圣经伟大的影响呢？拢总这是信心的影响。讲到要如何会使活出家己对神的信心，因为咱看活出安尼款的信心，结果展示出神的真实。别人看到伊拉信心，别人会知影你的神是真的，是真实的。所以咱就看，伊拉是。你看到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这个人啊，特别讲到什么？讲到这三个字，因着信，因着信，因着信，因为信，因为信心，因为咱有信心，伊人会使按你看的展示出上帝神的真实。啊，咱看到伊人的信心是什么？会使有行动的，会使可能看到的，所以讲向这世界展示出神的真实。咱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一章，甲咱讲，因着信吼，咱看啊，因着信，甚物咧？甚物？连撒拉家己虽然过了生囝的岁数，伊阁会使有信哇！撒拉，咱知影撒拉是亚伯拉罕的某哦，伊一共是有岁数了，伊是过了生囝的岁数了，不过。因为神家伊当在这个无看到的现实，无存在的现实，结果存在了。啊，咱看这图，咱知影撒拉结果已经有信，哦，伊即种已经会怀着以撒，哦，以撒。所以咱知影这是本来是无存在的现实，结果咧，因为因着信心，这靠着上帝带领，看到这是美好的见证，伊有信了，所以。你看，伊周围的人看到伊有信，佮知影你上帝是真的，哦，无可能的代志，佮袂发生的现实，即阵发生了，即阵存在了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九节，嘛看到另外一对，嘛是有信心的人，即忙咧，你看，伊人因着信过红海，如行大队，埃及的人刺着要过去，就被吞灭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隆重的以色列的人，伊来记无？伊人某些带的人对埃及出来，哦，对埃及出来，伊人怎？伊人无路行了。啊，怎呢？因为头前是红海，后尾是耶法老王的兵的对人。当时的现实，就是以色列人根本个无出路，伊人无出路了，伊人无路行了。也是一种当时的现实。不过呢，这个新的现实。创造出来啊，发生出来了。因为上帝透过摩西，伊分开这个红海，可能从以色列人行伫大地上。你看这图，感谢俄罗斯，这是新的现实创造出来。因为上帝甲摩西甲以色列人同在，所以咱知影，咱有新的同在，咱咪使创造出这个个别存在的现实，咱会使展示出上帝咱新的真实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节，嘛是另外一个人，是嘛？以色列，伊讲以色列人因着信，围绕亚利哥城七日，这城墙就倒塌了。你看，伊城墙个倒塌了，咱看这是约书亚，约书亚伊带领以色列人，咱看，伊看以色列人去攻怕这个亚利哥城，伊人怎？伊人就要行围绕，啊！你看隆重围绕七日，行了十三圈。结果咧，伊人奔这号召，结果这个
城墙隆重倒塌了。你看，一个新的现实发生了，本来大家讲无可能的啦。你知亚利哥城是偌坚固无？亚利哥的这城墙，不是讲让按看来方便，你看咯，像安尼，不是，伊是真正快的嘞，内面是徛人的，伊像是一间厝。所以你看，这城墙是安尼大，安尼怪坚固，不过嘞。神国家大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！伊国家大，伊叫耶稣啊，安尼款来做，伊人围绕，伊人祈祷，伊人敬拜，伊人十三款了，七之后咧，伊人拨一个号召，伊人哗一声，哇，像这个隆重的城墙隆重个倒塌了。感谢主，新的现实发生了，这个个出来证明什么？点示出上帝神的真实。所以底下这边让。通过这例子，我们看到神的真实是这样的点示出来，所以无人也是要这样的做，不是保罗让看到这上帝的真实，让身边的人看到这种情形发生，他们也知道你的神是真的，所以我们来相信上帝，所以这真的重要，所以安怎让讲爱创造个未存在的现实，安尼看重要，因为伊还展示出新的真实。约书亚记第六章十七节嘛，是甲咱讲讲什么？伊讲耶和华甲约书亚同在，伊的声名传遍各地，声名就是名声啦，受伤。这意思讲约书亚伊的名声，你看传遍各地，真正侪人认捌伊，唔是讲伊是一个伟大的人，唔是讲伊是一个勇士，佮是伊是真正好的将军，对，伊是安尼好很好的人。不过伊的名声会使传到各邻，是因为头先点你看，因为耶和华是甲约书亚同在，所以底下这位那是让上帝甲咱同在，让会使做美好的见证，就像这古早的人就像你看，让。会使靠别人看到上帝真实，所以这是咱会知影的。这就是咱最顶，咱教会爱成为一款有信心的人。不过有的人就是看袂到，伊看袂到上帝真实，是因为甚物呢？是因为咱看这节经文，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。啊，你看甲咱讲，伊讲，伊去无信的人是乎这世界的神弄。痴迷了伊的心目，以致看未见基督荣耀的福音之光。基督是上帝的本相，这个人看未到，是因为这世界神弄样痴迷了，样看未到，伊来心目看未到上帝是真的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本相，所以咱爱为着个百姓做人基督，咱可以人基督个人看会到，啊，再可以看到，可是你。做一个美好的见证，你在我们身边，你创造出个未存在的现实，可以让知影这个物件不老可能发生。不过既然发生了，就讲你上帝是真的，我相信，因为你展示出上帝的现实，所以这个是头一点，让安尼款做，因为让爱展示出上帝神的真实，所以底下这边让爱创造个未存在的现实，安尼重要是因为让爱展示出。神是真实的，该做美好的见证，亲像古早的人，这个人会使为着该做美好的见证。第二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咱会使对神有忠心的生活，咱对神有忠心的生活。咱最近来看，所以讲到这是创造未存在的现实，其实是一个可咱会使活出对神的信心的方式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就表示你人我们对上帝，我们对神忠心。如果我们对神忠心，我们就会出一个可以体现出我们信心的生命。我跟你说一遍，如果我们对神忠心，我们对神有忠心的生活，我们就可以体现出我们信心的生命。我们会遵守上帝的话语，去做他要我们做的工，伊欢呼让做，伊号召让爱去堕落，无管是任何地方，让拢会去。这个是对主有信心的人，会忠心的为着主安尼款的生活。
弟兄姊妹，你的心思不是把你用嘴说的，要用行动来证明。你用行动来过你的生活的时候，就是说你对主有忠心。所以若是我们可以创造国会存在现实，我们可以这样看的显出显示出神的真实，我们也是可以这样看为着神忠心而来过这个生活，一个讨神欢喜的生活，一个忠心的人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跟我们说，人非有神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，因为到到神面前的人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伊常属伊咧寻求伊的人。你有寻求上帝无？你有寻求神无？你寻求伊，你跟对伊，你顺服伊，你过一个忠心，对伊的这忠心门徒的生活，忠心门徒的这生命，你得到会证明到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别人看到你安尼款的忠心的生命，伊人归荣耀给主，感谢主。所以咱会知影，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忠心呢，就是爱相信、甲信靠上帝，唔是别人呢款，咱嘛是爱按照上帝对我人对咱对我人，咱有信心的去行事，咱会使用信心去做咱需要做的物件，咱爱成为一个忠心的门徒。好，这真重要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跟我们说，我们看一个比如以诺，我们知道以诺呢，因着神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到他，因为神已经将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知道以诺是真感谢主，他不怕经过死，上帝讲你看提起去到天顶了。不过伊讲伊个未起之前咧，伊已经用伊嘅生命证明了什么？证明了伊忠心是神所喜悦嘅这明证。底下这边那个亲像伊诺安尼款，咱嘅生命爱为神忠心嘅来生活，爱做神爱叫人做物件，忠心来跟对听伊嘅话语。因为耶稣讲，若是你真正爱我，你就会遵行我的旨意，你就会做我的命令，你遵从我的命令。所以，咱爱做一个忠心的人。所以，这是真重要。若是咱真个看到，咱会使有这个创造个未存在的现实，咱除了会使这展示到上帝的真实，咱个会使对主会使有忠心的生活，你看我落去，你看这个成为一个明证，会使可主知影，咱对伊的心是真正的，让 FCBC 每一个人爱成为一个忠心的门徒，伊若过到一个主真欢喜的生命，伊忠心的生活讨上帝的欢喜，所以结果咱知影，伊你看咧，可上帝提去到天顶，伊忠心的军队，伊顺服上帝是让大家爱效法的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也说到真正最其他的信心的影响，他们过着对神忠心的生活，他们用行动来证明他们对神的忠心，他们对神的信心。我们看这六个影响，我们看这是什么？阿伯因着神，亚伯阿伯因着神献祭给神，好，咱知影伊献这个神是神真欢喜的祭，咱等知影吼。这个阿挪亚因着神呢，伊建造方舟，咱有听过一篇信息了。挪亚伊有信心，上帝叫伊做一个方舟，伊做出来，咱感谢主。个阿伯拉罕呢，因着神呢，伊往伊地去了。好，你知影上帝讲，你得离开你的家乡。你该去到一个我引带你去的地方，伊讲对神，我顺服，伊用信心，伊忠心的跟对神，伊往基对去了。个摩西因着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因为伊对上帝信心，伊忠心的跟对上帝叫伊做的物件。约书亚因着神贡献了亚利哥城，可是人看到了对不对？因为有信心。上帝跟他同在，他忠心的跟对上帝。这是拉合，
拉合咧，因着神，伊保护了探子，即咱嘛知影个故事哦。因为这是约书亚叫探子去看即亚利哥城内面咧有啥物情形，结果即拉合是徛伫亚利哥城内面咧，除开讲伊城内面是徛人诶，伊厝是伫亚利哥城中央，即即探子去到伊厝，伊。有这个敌人来哦，所以这个拉合一个转，一个保护这个探子，可以让伊收掉伊人，可以让未可能抓到。感谢主，因为伊相信上帝是真正的神，伊忠心的军队。这个是咱爱做的，咱爱对神有忠心的生活，这个是显现就这个门徒应该做的。所以底下这边动物人凭着信心生活。个亲像这个英雄安尼款，咱喺用行动来证明咱对主的信心，咱该使算是一个忠心的门徒。忠心的门徒是愿意顺服神，军队伊叫咱做物件去做。所以有人，咱知影，咱的现实即阵唔是讲即冠状病毒，咱有先看到话，牧师就现实是冠状病毒。我跟你讲，真正咱的现实是甚物？就是咱知影神甲咱同在。现实是无关，即个病毒偌大、偌艰苦、偌失控，上帝伊果是甲咱同在，这是现实。那是上帝甲咱同在，咱该照上帝，照上帝叫咱做物件，咱该去做。上帝带领咱去做任何的事，咱都爱去做。无关是甚物，去拍亚利哥城，吼，噶是去拍甚物，拍哥利亚，亲像大卫安尼款，咱讲上帝啊。咱对你忠心，咱忠心去做你爱咱做物件，因着神上帝也何物人创造一个国未存在的现实，所以底下这边咱爱安尼款去做。圣经伫马太福音十五章嘛，可能讲一个故事，即比如是叫做财干的比如啦。我跟你讲，真正话，咱知影这个故事的，我紧紧跟咱讲，耶稣伊讲啦。伊讲有一个主人，伊去到真正远个地方。伊离开之前呢，伊个叫了伊三个仆人，怎么呢？来到伊面前，伊按照个人的才干呢，伊分开人银子和银子，一个人可以5000，第二个可以2000，第三个可以1000，安尼可以个离开了。啊，即告诉个人讲，即头一个仆人呢，伊用伊这笔这五千的银子咧，一个什么一个投资，一个进行这啊买，结果咧，伊赚了另外5000。第二个仆人有2000的银子，伊嘛甲这就想甲这头一个仆人你看，一个投资，一个做买，结果伊赚了另外2000的银子，感谢主。最后一个仆人先跟讲什么，伊平单，伊选择卖什么去卖做，伊个将这1000的银子，伊什么伊个带滴。即土内面啊，即壳壳内面，伊大滴滴土堆内面啊，甚物计无做？过了一时间，咱知影主人回来了。主人回来咧，伊个甲伊三个仆人甚物来算账了？哦，伊个听到头一个甲第二个仆人甲伊个报告，哇！伊讲哇，5000变甲10000，2000变甲4000，伊个安尼款讲甚物？伊伫马太福音15章。啊，二十一到二十三集，小声啊！二十一集是甲头一个仆人讲，23集是甲第二个仆人讲。不过讲的是小声，伊讲什么？主人讲好，你这有良心、有忠心的仆人，你伫无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将更加多的事来派给你管理，会使接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你看，不管是。5000变到10000，还是2000变到4000，哦，你知影重要个是伊人忠心，伊人良善，所以这主人真正快乐，真正欢喜。不过咱看到第三个仆人，到第三个仆人，主人看到伊用这1000，安那带伫这个土堆内面，甚物个无做？伊安尼款讲，这个是伫马太福音15章26到28节，伊安尼款讲，伊讲甚物？伊讲。主人回答讲：“你这又恶又贫惰的仆人，你既知影我无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无沙的地方要煮炼，就当将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阵呢，会使两本带利来收倒转。
哇！我使烧烈烈烈石，意思讲我使两本大力的烧多灯，一个铁轨接人一千来，何伊咧有一万个。所以你看，知道弄真重要几点？什么几点呢？头一个是这个第三个仆人，伊无可伊的主人起业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伊恶又恶又贫惰，伊无去什么无去来投资。第二，可是主人看到。你主人看到是一个仆人的内心，不是伊的结果。最重要就是讲，你有愿意，按你看去来，我给你的物件，你来去会使想办法，会使也加更加多。啊，你也加偌多不要紧，我看到你的心意，你知影。伊人讲，那是你放伫银行，银行利息嘛，不是讲真多。不过上加你这个按你看去做，你嘛是代表你对外的忠心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第三个仆人无你肯做，够。所以让知影结果，这主人一个怎样，一个拒绝了这仆人，哦，这仆人无做伊应该做的责任。所以最后这仆人甲头两个仆人有，那是做这比较有甚物无相呢？啊，有，因为头两个仆人呢，伊人创造个未存在的现实。啊，再讲呢，因为本来无一班呢，无你五千呢，啊。这头一个仆人创造出来，那种个未看到另外五千，伊安怎去投资？伊创造个未存在现实，结果五千变个十千，就是一半。相像的第二个仆人两千，个未看到四千，伊创造出来哈。所以咱个是爱想安尼款的门道，安尼款的新的仆人。不过第三个无，第三个就是一关伊讲。我买，伊无信心，伊无信心的行动，伊嘛对伊主人无忠心，伊无忠心去完成伊应该完成的责任，这个是看到的无相。所以底下这边，咱今日爱有智慧，咱爱知影上帝爱咱成为头一个甲第二的仆人，因为咱有一款心态，会使创造国未存在的现实。啊，你看，那是咱你看做，咱。重要什么？重要就是头一点讲了，咱去展示出神的真实。底下这边，若是咱会使创造个未存在的现实，把人看到这个物件发生了，本来无看到，正看到了，伊人会知影你神是真的。这是最重要头一点。第二就是，因为你对神有信心，有行动，所以你忠心的生活，所以咱对神有忠心的生活，咱忠心的生活会使可能看到。上帝的真实，这嘛是真正重要。咱嘛是使按款忠心的生活，咱佮遐可能更加多会知影一个基督徒应该按款的用信心，会行出这行动，会忠心来跟对主。这个是咱基督徒，咱尤其是咱建信这群体，咱爱做定做的，这是这两点咱爱做定做的。第二只袂，咱会知影咱教会真个就是一个创造。这些国未存在的现实的教会，我跟你讲，比如咱看，咱的出爱社会服务、出爱社会服务，那 TCS， 顶摆真正侪年前，咱一九八六年开始的时阵，咱无这个服务的。不过咱知影，一阵咱的创办的牧师，咱的矿石多、矿建雄使徒，伊个讲，哇，咱需要去祝福真正侪有需要的人。所以本来是个无存在的，咱创造出来了。即阵咱看，咱这个这出爱社会服务，咱这出爱社会服务，即阵做个真正多有需要的人，就是安尼看咯。因为咱的教会就是安尼看的教会。够，咱个看什么？咱个看到咱的教会，逐摆不管道路有需要帮忙，外国真正多灾难，咱。虽然有时咱会累，嘛是讲无做，不过咱用咱储备金，咱嘛是愿意讲好，我爱去帮忙人，我储备金去帮忙有需要的人，因为这个累是爱用来帮忙别人的。上帝赐予咱爱，咱成为一个器具，会使祝福别人。所以咱嘛是安尼款，我本来是无办法，不过咱创造出来，咱去帮忙。顶摆的小组，你知影伫倒落开无？真侪人讲，牧师，你甲我讲倒落新加坡的地方。个无小组，我爱搬厝搬到一个地方，第一道徛，第一道开始小组创造出来，个未现实的存在，个未这无个未存在，个未个无看到这现实。不过有人讲我徛一道，我去到一道，我到开小组，所以对无变个有，这个就是真正让
坚信群体应该有的心态，底下这边一句，咱爱创造国未存在的现实。哈该书第二章第九节，甲咱讲，万军之耶和华讲，我要予这殿比顶拜更加荣耀。万军之耶和华讲，我要伫这殿宇树立平安。底下这边。那是有人愿意忠心的来跟对上帝，也锻炼有人，让有人会使看见更加多、更加多的荣耀。我相信，那是咱按照这个意向去做，咱会使看到上帝可能今这教会这新的时代更加多的荣耀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十节，咱讲上帝灵力，阮。行在有人内面，会可能风风呼呼成就一切，超过有人所求所想的。这个是上帝的恩恩。底下这边，上帝要更加多会来使用有人教会，伊爱号召有人会使兴起来，成为一个坚信的群体，因为伊爱更加多风风呼呼的成就一切，超过咱所求所想的物件，所以咱隆重来兴起来，咱来凭信心活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忠心的军队主到永永远远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一节，咱先甲咱讲，愿伊的教会中，愿伊伫教会中，伫基督耶稣来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门。这个是让建信建教会，让建信进行教会，让爱做的，就是让爱，让上帝在教会中，在基督耶稣来得到大大的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底下这边，让爱你看做，让就爱成为一个会使来创造国未存在现实的门道。这是今日牧师爱跟咱讲的。这个分享的这话句，我知影这话句是靠每一个人的，尤其是咱弟兄姊妹。不过，那是今日你头一摆来到咱的教会，参加这线上福音聚会，可是你来过几啊摆了，你从来都唔捌拍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不过，可是你讲牧师，不过我嘛是爱创造这个未存在的现实，我嘛是爱对无爱看到有。无发生的物件，我看到发生。感谢主，你爱安尼看，你都爱什么？你都爱头一件的事，你都爱就是爱接受耶稣。安怎讲呢？因为让人，你甲我的灵力有，其实无限，就是有限啊，是有限的嘞。让靠家己，让做不出一件物件，创造不来。不管那是让靠耶稣，靠圣灵，靠来灵力，让会使创造真正最个未存在的现实。所以头一件事，那是咱你看，你先来接受上帝，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。耶稣一来，伊是为着你甲我的罪，是你是决定。可能每一个人也是接受耶稣，咱会使成为上帝的子子，咱的罪会得到赦免，咱得到永生。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，安尼看甲咱讲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赐予伊人，叫一切信伊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，咱相信接受耶稣，神的独生子，咱无灭亡，咱得到永生。咱在做咧真贵啊！咱爱做者宣告，做祈祷，用信心做者祈祷，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，你就是神的子子了。因为这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三节甲咱讲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所以我带领你做一个祈祷，来求告主的名，你就必得救。所以真贵，当咱隆重哦，咱阿头看了目睭，因为带领你做一个祈祷，接受耶稣做君的救主，用信心，牧师讲一句，你对我讲一句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咱即阵来隆重阿头来看了目睭，来带领新朋友，今日。爱来接受耶稣过做过年救主的新朋友，或是啊旧的朋友，不过你从来唔捌接受耶稣，今日来用信心，甲牧师一句一句话做这祈祷。我讲一句，你对我讲一句。来，咱所有的底下姊妹最顶嘅人讲，啊最顶来做这祈祷。啊，你看可以咱更加做鼓励。那你看讲，你讲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今日你，今日你，
我拍开我的心，我拍开我的心，用信心，用信心，接受你，接受你，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的神，做我的神，求你来赦免我的罪，求你来赦免我的罪。赐给我人生，赐给我人生，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，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。我爱跟对你，我爱跟对你，到永永远远，到永永远远。好，你就里面祈祷了。哦，不过这阵我咧做另外一件事，那是头先咧头一摆，甲跟对我做这祈祷，接受耶稣做咧过年救主，你这阵就是新的行事了。我爱恭喜你，不过我爱你家己来做一个祈祷。不过你明天这祈祷是无咯七个字真贵，我爱你甲主讲，主啊，好我经历你，讲主啊，好我经历你。安怎呢？因为我爱主，好你经历着伊的爱，伊的灵力，伊的恩惠。我爱主，好你会使经历着一件物件，好你会知影伊是真实的神。所以好无，即阵你拍开你心思，拍开你心，用你嘴来做这祈祷，七个字讲主啊，好我。金立立，好，我这种算一两三，让你看讲，一两三，哈利路亚！来，这种牧师来为你祈祷，特别上帝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今日今日会看到线上有人头一摆做这祈祷，接受你做人过年救助，主啊，你可以人来经历到你的爱。经历着主的带领，经历着主的恩惠、的恩典，经历着主你一切美好的祝福。可能知影，即阵伊人毋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行这道路了。有主你甲人同在，有圣灵充满伊人心，伊人是一个有福的人。所以主啊，你更加多来引出的人，可以人嘛是来成为一个会使来这创造个未存在现实的人。感谢主，俄罗斯奉耶稣的名祈祷。阿们阿们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好，那是头先你头一摆，安尼款啊，做这祈祷接受耶稣做的个人救主，来即阵爱做几一件事哦。可是你看咧荧幕，一道一个网站对不对？啊，这网站个就连接一道啊，一道嘛是一个这个独立巴克咯，你会使去到这个网站，可是你也扫描，啊，做我爱你会使放你的名，甲你的电话号码。因为你这个人的资料真的重要，有这个人的资料呢，让会使联络你。因为你这种是熟人的宝宝 baby， 嘟嘟小求耶稣，头前的道路呢，让帮忙你行，可能更加把最近把耶稣，更加最近把神的话语，会使最近行这道路，会使成长啦。所以记哈，稍微后去个这网站，会帮你名，帮你电话号码，让教会牧师同工，或是让的这组长会来联络你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好了，即阵咱爱做咱一条歌来结束今日的这个聚会。不过这敬拜主这时阵呢，咱爱回应主，咱知影即阵这是二零二幺年开始，咱有一个新的这个意向。这意向咱拢总爱领受主啊，我爱，我爱来创造个未存在现实。所以伫这敬拜时阵，你基督讲主，可我灵力，圣灵充满我，可我会使安尼款的成为这坚信的群体，会使安尼款的做出来个未存在，这个物件拢总我计会使来成就。来，你嘛只爱基督讲主，可我有信心，或者你对你啊。忠心会使话，会使为你做美好的见证，会使显现出主的真实。所以敬拜的时阵，好不好？咱更加多来，安尼看你来做这祈祷，来讲主啊，我爱做这款的门徒，我安尼看你来跟对你，来俾你牧师来带领啦。主耶稣。
谢你，这35年对 FCBC 的引传，看过达保守。感谢你赐予咱教会一个这新的意象，爱创造国会存在的现实。主啊，咱知影这是重要的，因为这代表咱会使来认识主的真实，也代表咱会使对主，让咱有过一个忠心的生活。主啊，你爱咱有信心的行动，你爱咱会使忠心来跟对你的道路，照你爱咱做的，咱去做。所以主，赐予咱这能力，赐予咱这信心，会使亲像咱希伯来书11章真正侪这信心的影响内边，每一个人呢款会使来用信心活出咱生命，会使把你做美好的见证，会使可能更侪人会知影。你是真实的，咱忠心的生活，会使予人知影主，因为有你，咱才会安尼款有美好的生命。所以主感谢你的这话语，予咱更加多会使来关关心，祝你予咱这个旨意，予咱 FCP 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从今日开始，因为知影这吉祥，咱每一个人皆使关心来去创造。可不可以存在的形式？感谢俄罗斯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，阿门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真欢喜，让我这美好的时间，让你看来敬拜主，来听主的话语。所以，会记每一个拜六3点，让各有这个真正好的线上福建聚会，邀请你的新朋友最近来参加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，让下拜六3点线上，让来见面，不见不散。新祝福大家。拜拜。